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7面，547面，从品题看起。礼共听法第26，念老为我们简单的先做品题的介绍。本品名礼共听法，礼共者，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贤至极乐世界礼拜供养阿弥陀佛，听法阿弥陀佛名念来者，乃为宣言妙法，十方大士欢喜听受也。这一篇的大意简单的都介绍出来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了什么是佛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佛法就是这个样子啊，到极乐世界呢也还是这个样子，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道长都是相同的，没有例外的啊，这是教学。我们现在说是学校啊，佛是老师，修行正果，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啊，菩萨精进不懈，也在求圆满的佛果，还没有得到啊！所以诸佛如来是老师啊，诸菩萨声闻缘觉是学生，声闻小学生。阿罗汉辟支佛是中学生，菩萨是大学生，都是学生啊，啊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就是去听法的啊，来请教的，所以佛法是师道啊，这个要知道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这些弟子们四面八方去推动这个教育啊，这是什么教育？我们用世俗的眼光来看，
是福德智慧的教育，人都求福求慧也。所以佛称之为二足尊。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念皈依佛二足尊。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报，就这两样。足是满足了，就是圆满了，没有欠缺了。学佛的人，福报没有欠缺，智慧没有欠缺。那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教育。佛弟子们向四面八方去推动，有些地方一二百年没有了，有些地方三四百年、六七百年就没有了，唯独在中国这一支，这个支派能够维持将近2000年，这是什么原因？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是公元67年，2067年就满2000年，我们要体会到。要能观察到佛法是师道，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我们就明白了。除中国之外，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把孝道收获了，只有中国人重视孝道，特别重视孝道。所以中国这个族群，诸位一定要知道，永远不会灭亡。什么道理？孝悌起家了，这个根太厚了。全世界哪一个族群是孝悌忠信起家的？中国人讲究孝悌，这个孝悌忠信，至少有10000多年历史。之前没有文字，没有发明，没有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超过10000年。历史上记载往前推也只能推到伏羲时。伏羲到我们现在是5500年。再往上去了，那就看考古了。孔子说得很好，这是一个集大成者，也就是把千万年这个老祖宗的教诲用文字记录下来传给后世，不是孔子自己说的。所以夫子谦虚是真的，他所说的话都是事实，不是客气话。他老人家说他自己述而不作，
这个意思是，他一生他没有发明，他没有创造。啊，现在人都追求自己发明创造，孔老夫子跟我们相反，他没发明，没创造。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所学的，他所修的，他所教的，所传下来的，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对于古圣先贤呢，他的态度是信而好古，他相信，他不怀疑，喜欢古人的教诲。那么中国这一万多年，老祖宗教我们什么？啊，肯定是四科啊，四个科目啊。这四个科目很简单，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第一个，伦理，五伦。啊，五伦只有二十个字啊，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想，这二十个字能传错吗？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它简单嘛，好记嘛。你学了之后，一生受用不尽，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立这个标准，老祖宗的智慧啊！啊，五常就更简单了，五个字，这是道德的标准，原始的标准啊，仁义礼智信。啊，真能传错吗？啊，四维，第三科是四维，四个字，礼义廉耻。啊，八德是八个字，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诸位想想，这会传错吗？啊，孔子把这个祖传的教诲呀。用文字写出来，传给后世，叫述而不足啊。我们再细心观察，皇帝发明文字，到现在是4500年的历史。啊，这4500年文字里头记载。有没有超越这个四库？啊，包括诗歌、文学、小说都不离这四库。啊，中国古代文艺的表演。用孔子一句话做指导的最高原则，叫“思无邪”。啊，文艺表演，你看到了，你听到了，接触到了，不会引起你的邪念。啊，也就是说，不会引起你贪嗔痴慢杀盗淫妄，不会引起。所以文艺表演是教育啊，寓教于乐 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几千年来这个地区这个族群啊，长治久安就靠这个，这是教育 啊，上古时代就提出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
建立一个国家，今天讲建立一个政权，领导全国人民，什么最重要？教育最重要。啊，再看看上古，啊，尧做了国君，这真是圣人呐！尧传给舜，舜传给禹，中国讲三皇五帝呀，三皇五帝的时代。这个政权是不是用武力建的？不是，是用教育。啊，不但三皇五帝是纯粹用教育，啊，没用武力，就是三皇。夏商周，也没有用武力啊，啊，商汤。夏在前面，夏那个时候，禹是圣人。禹传给他儿子王启，啊，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被天下诸侯尊称为天子。啊，他的号令。为天下所有诸侯国所尊崇，不是用武力，是用文化，是用教育，是用道德来治天下。啊，所以中国过去这古书里就记载的，啊，三皇的时候用一道治天下，五帝用德治天下。三王就是夏商周，以仁治天下。啊，仁是爱人呐。春秋时候，啊，春秋战国是以义治天下。啊，到秦始皇统一中国，15年亡国。啊，汉取而代之，从汉武帝就正式制定了用孔孟学说教化全国人民，啊，以礼治天下。这个制度一直到满清。没有改变啊，所以中国5000年来，你细细观察，道德仁义礼，礼要没有了，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叫天下大乱了。那如果我们要想把复兴再回到中国从前那一种。长治久安的盛世，这个路怎么走法，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先恢复礼，啊，先用礼治，从礼再提升到义，义再提升到仁，仁再提升到德，德再提升到道。这是圣贤之治啊。
可以说圣贤的圣事啊，在中国老祖宗的教诲，中国这个几千年历史的验证，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啊，决定不能用武力，用武力这个世界就走向毁灭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战争，是生化战争，是全球灭亡的战争。啊，这个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中国古谚语所谓的量大佛大啊，看看中国古圣先王啊留下来的这些典籍，我们读了，他们很少讲国家，开口都是讲天下，这心量大了。啊，讲国家就小了，啊，开口闭口都是讲天下了，啊，量大佛大了，佛最大的是佛。那么中国这个古圣先王讲的天下没有离开地球啊，实际上那个时候讲的天下，就是现在中国本土。啊，中国统一是秦始皇。秦始皇之前都是小国，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啊，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多少国家，八百个国啊，啊，大国现在是一个小镇，小镇，小国就是小村庄，啊，这古书上看到的，一百里，自己治理的这个疆域啊。一百里的就是大国了，啊，五十里的、三十里的，那不就是个小乡镇吗？啊，那是个国家了，所以并没有统一。啊，天子是所有诸侯国尊称你，因为你有道德，你有智慧，大家都向你请教。那不是用武力的，啊，真的是用德行、用文化，啊，来做成大一统。佛的心量大了，佛不是讲天下了，佛是讲遍法界、虚空界，啊，心包太虚，两周杀界。那量大佛大了，那这谁能够赶得上佛呢？佛有这么大的心量，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家。啊，这是佛教育。啊，所以佛教育是最适合中国这个地区，啊，因为中国基础就做好了，啊，古圣先王的时候以天下为怀，啊，这么大的心量，所以清宁年代，汤恩比谈过这么一。记一句话，就是中国古人心量大，能够包容不同，这包能够包容啊外来的文化，就是指佛教。啊，
异族、不同族群、异族外来的文化，他能包容啊。然后他就说了，佛教的文化了，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这唐阿弥说的啊，中国人有这个雅量啊，只要是好东西，我们都愿意学习啊，不分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族群，是好的，我们就要学。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能够永续的流传下去。啊，这一桩事情，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安嘉大师告诉过我。我说现在佛教衰了，好像快要灭亡了。啊，张安嘉大师笑笑说：“不会。”啊。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这一万年呢，有衰有兴啊，有这个兴衰的时候不会灭兴衰在人呢，学习的人多了，佛法就行了，学习的人少了，佛法就衰了。啊，那么佛法为什么没人学呢？实在讲，没人教。啊，教的人没有了。啊，什么人教啊？佛在经上说得好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个知识世间知识聪明的人，他没有办法了解佛经的意思啊。前面讲了佛经与神啊，他不能理解啊。要真正的依照佛经教里面的方法修行的人啊，依教修行的人他才能解啊。那么佛教人修行头一个叫什么？头一个叫你放下啊，你要真正入其如修行的境界啊，搞真的不是搞假的啊。佛教我们先断见思烦恼啊，见烦恼就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许许多多的这个境界看错了啊，这叫见烦恼，你的见解错误，对宇宙人生全看错了。那第二个呢，就思烦恼，就是你想错了。啊，我们知道，思想是指导一个人行为的。间接思想错了，那你就想错了，你也就做错了。啊，这就一错错到底了。啊，今天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搞错了，所以这个社会混乱了啊！地球上有这么多灾变，从哪来的？都是我们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带来的灾难。啊，佛教我们放下头一个，从看错下手，把它纠正过来。第一个错误叫身见，我们都以为身是苦。你看
这个没有人想到啊，谁知道是错的？佛跟你讲，你也不承认呢。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啊，佛在经典里面详细给我们说明，身不是我。啊，我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再先把这个确定，然后再看这个身符不符合这个定义。啊，佛法里面讲我，第一个是主宰的意思，我能做得了主。啊，第二个重要的意思是自在的意思。那么我们这个身符不符合这两个条件？这身能做主宰吗？如果能做主宰，我希望这个身体长生不老，行不行啊？啊，这身能得自在吗？我希望我的身体永远不生病。你做不到啊！啊，有没有真我？有，这个东西不是真我，这是假的。它有生命，它有生老病死，有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身，他的毛病太多太多了，啊！你怎么能把他当做我呢？啊，那他不是我是什么呢？佛说他是我所有的，叫我所，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我要把身体看作衣服一样看待。啊，它不是我。啊，观念要纠正过来啊。那什么是我呢？啊，世俗有一些聪明人。啊，他们知道人死了有灵魂。啊，灵魂会去投胎。那个大概是我，啊，身不是我，灵魂是我，有没有说错呢？不能说他错，也不能说他对。啊，为什么？魂有啊，魂不灵啊，趁灵魂是恭维他了，恭维的有点过分了。啊，孔老夫子讲得好。游魂未变，你在《易经》上看到，啊，《系辞》里头写的，《系辞》是孔子做的，啊，游魂是什么？它的活动太大了，啊，它不是个静态的，是动态的，非常活跃，所以称它做游魂。在佛法里呢，称它做迷魂，啊，它迷而不觉啊。他才会去投胎啊，他要觉而不迷，他就不去投胎了啊，迷惑颠倒啊，他真的是没有生命现象。那真正的我呢？灵性，灵性是真正的我，灵性迷了就变成幽魂，灵性觉悟了，啊，迷魂觉悟了，它就变成灵性，啊，灵性是真果，啊，所以佛法修学最后的目标，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把真我找到了。啊，禅宗里面所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灵性啊，
啊，灵性也就是佛性。啊，在哲学里面讲呢，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了，这是真正的果。啊，真正的主宰，真正的大自在。啊，所以头一个呢，错误在此地。第二个错误是边界。用现在的话讲，就对立，是大错特错。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的境界呢？不知道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这个很难讲，很不好懂啊！啊，所以佛在讲经，佛讲经49年。比喻最多的都是用梦境啊，《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啊，确实梦境这个含义非常之深，你要细心去体会啊。人在做梦的时候，做梦一定有我，有自己啊。什么时候做梦，你们去问自己，没有的话到处问人，到处去问，看看谁做梦啊，梦里头没有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个人的时候，他做梦的时候里头没有自己。那么有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梦里肯定头一个就有自己啊。宇宙的发生跟那个梦境的发生非常相似啊，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上讲得很清楚啊，啊，宇宙怎么发生的？啊，先从体，啊，能生、能现的体是灵性啊，灵性不生不灭。啊，大乘佛法最终极的目标就是把灵性找到，找到的这句圆满成佛了。啊，这个东西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那么他在一念不觉，这是佛讲宇宙从哪来？最初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没有原因，一念不觉在跟诸说没有先后，一念不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所以就越说越玄了。但是它是事实真相。啊，这一念不觉之后啊，就产生一个妄心。啊，一真心起了一个妄心，妄心叫阿赖耶。啊，阿赖耶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啊，阿赖耶里头有三种现象。现在科学家找到了，真不容易。我们以为科学家没有这个能力，啊，最近的30年发现的，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啊，他们发现整个宇宙只有三样东西，其他全假的。啊，认为这个三样东西是一切万构成万物万事万物的元素。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
科学家提出这么一个报告，我们一听就懂，是阿赖耶。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啊，实际就是频率，速度非常快，啊，波动的现象，整个宇宙是个波动现象。啊，从这个现象里面呢，就产生信息。啊，信息是什么？是精神，精神现象。从精神现象产生了物质现象。这个事情被科学家证明了。啊，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说的，啊，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一生研究物理，研究原子，啊，从原子更深入的研究的量子，啊，量子大概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极微之微。啊，这个东西不能再分了，就物质是最小的。啊，他们发现了，啊，这个最小的物质有多大呢？啊，一个原子我们肉眼看不到了。原子的构成当中是原子核，围绕原子核旋转的是电子。啊。他用电子来做比喻，一个量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也就是100亿个量子构成一个电子，这么小啊！啊，佛在《大乘经》上用的比喻，我们有个模糊的概念，科学家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概念。100亿个这种的微粒的时候，构成一个电子，这物质啊，啊，它的生灭速度太快了。那就是频率振动，啊，一次振动有一个物质现象。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物质现象是什么？这种频率里面产生物质现象的相似相续相，所以物质不是真的。啊，普朗克说，根据他的研究，最终的结论。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物质是什么？物质完全是心念，啊，以心念做基础。啊，我们心里面的念头累积的这个幻想，而且念心念刹那在变化，所以外面物质现象也是刹那在变化。啊，这是说明什么呢？思想跟物质的时候，它的关系太密切了。啊，于是乎我们就从这里就体会到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球有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好？极乐世界居民的人心好，就是念头好。没有恶念啊，所以它整个物质现象啊，变成无量珍宝啊。那么我们地球上的居民呢，现在的念头非常不好啊。在过去还好一点，过去在西方有
宗教教育啊，神圣的教育，在东方有圣贤教育，在印度有佛菩萨教育啊，所以心念好，山河大地就美好啊！啊，心念要不好了，山河大地就松散了，它就变坏了。啊，今天我们相信科学，不相信圣贤教诲，不相信伦理，不相信道德。啊，只相信科学技术，问题出来了。啊，科学技术带给我们整个地球的崩溃。啊，所以科学技术救不了这个世界。真正救世界的时候，是伦理道德的观念。啊，这一桩事情在东京江本胜博士做水试验做了十几年，他的报告值得我们做参考。那个不是假的啊，他在联合国做了十几次报告。啊，所以佛经上说的一句话我们明白了，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一点都不假了。这一句话说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是心想生，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心想生，天堂是心想生的，地狱也是心想生的，看你什么个心想，现什么样的境界，全是自作自受啊！啊，自己做自己的主宰啊！啊，不是主宰在别人手上啊！这个事情与佛菩萨不相干了。啊，总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我们的前途就光明、灿烂的。啊，恶念里面头一个就是自私自利。啊，不知道这是大错特错。啊，错在哪里？错在还是他不晓得，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只着重在一点上，其他的都不要了。但这是死路一条啊。啊，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菩萨清楚，佛菩萨了解。啊，佛菩萨慈悲，永无止境的在教化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回头。啊，真正回头之后，你就成为佛菩萨。自信里面的大德大能流露出来了，这在佛法讲普度众生啊。啊，所以佛法是教育，佛法是宗教，宗教两个字的意思现在被人都想错了。什么叫宗教？
人家宗教是迷信，迷信就是宗教，错了。中国宗教这两个字怎么讲法？一般字典上都查得到啊。啊，为什么不查查自己？什么叫宗？什么叫教？什么叫宗教？这三个问题啊。宗的意思，主要的。啊，在过去，我们中国人每一个族姓家里都有宗祠。祠为什么叫宗祠？最重要的一个祠堂，祠堂纪念祖先的啊，你从哪里来的？啊，祭祀里头主要的祭祀就是祭祖先，祭祖先孝道。连几千年前老祖宗你还记住他，你还尊敬他，眼前的父母能不孝吗？啊，所以纪念祖先啊，他的这个孝用就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这社会安定的第一个基础啊，啊，老百姓心里厚道啊，他有孝心啊，啊，这是教孝的。所有的德行是以孝为核心啊，所以称为宗祠啊，某一家的宗祠啊，宗祠里面藏着有家谱啊，家谱是你家庭的历史啊，你从哪里来的，世世代代都有记载啊，你能知道你家庭的历史，知道你家庭的来源，怎么会不爱这个家？啊，祠堂不要了，那连祖宗的根都拔掉了，你想天下不乱，不可能了。啊，乱到最后不可收拾。啊，整个崩溃，没得救啊。你用什么方法救？啊，古圣先贤用的这个方法，你完全废弃了，不要了。你能找一个方法能代替吗？找不到了。啊，那么今天灾难先前，啊，现在呢，越来越显著了，大家害怕。啊，怎么办？有人问我，我举了个例子，我说你看看小朋友，啊，三四岁的小朋友，他遇到困难了，他不能解决了，你看他怎么办？他一定去找他爸爸妈妈啊，求爸爸妈妈帮助啊。我们今天社会出了问题了，也一样要找老祖宗。谚语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们老祖宗在哪里啊？留下来这么多典籍，老祖宗的教诲，你到那里面去找，肯定有解决的方法。老祖宗的智慧啊，老祖宗的经验，老祖宗的方法啊，老祖宗的成效，靠得住啊，不是假的啊，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呢。你要不相信，去想新方法，新方法试试看。新方法都带给你灾难。农耕的老方法不要了，要用新的科技方法改变基因，搞什么农药化肥，把整个大地都变成毒素了，种出来的东西都有毒。这是你们的方法好啊，你们服毒服久了，一个个都死掉了，那是好方法吗？把整个人类都灭绝了。科技的方法老祖宗东西是最养人的所以现在也有少数聪明人呢，不敢吃这东西肉食这些东西都是用化学饲料把它催大的，它不是自然长大的。我大概是在4、5年前，在山东庆云参观一个养鸭的，一个养鸭的基地，也是我们同学带我们去看，里面管理人员接待我。递了一只小鸭放在我手掌上，跟我手掌一样大，有这么长，而且鸭子很大了，这鸭场人问我，说法师，你看这个鸭出生几天？我的估计至少10天，10天顶多1个星期到10天，它才能长这么大。他告诉我，法师，昨天出生的，我都呆了。昨天出生长这么大，那这个鸭子长大之后，你卖到市场多久时间？2个星期。这鸭子能吃吗？你吃了不生病吗？他要你命啊！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同学们。鸡蛋、鸭蛋都不能吃，为什么？它不正常。这就是人类用新方法了，不用老祖宗的方法了。认为自己很聪明的，瞧不起老祖宗了。我再问人家了，那现在养一只猪的时候，大概养大了。出去卖的时候要多少时间？6个星期，吓死人了！以前养一条猪的时候，总得10个月到1年，才养大了。现在怎么就六七个星期？所以你喜欢吃肉，你了解那个状况的时候，会把你吓死。你再也不敢吃了。素食的时候，这些稻米、蔬菜都是有很多农药化肥在里头，都是给你带来慢性疾病。所以现在病为什么这么多？古人说了一句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疾病。
绝大多数的因素是你吃东西错了，吃错了啊，带来的疾病呢。所以我们要晓得啊，在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个族群10000多年前老祖宗是以孝悌忠信把我们养大的啊，我们的起家是孝悌忠信的，这个德多厚啊。虽然现在这100多年疏忽了，忘本了啊，我们忘本，老祖宗会原谅我们，不会怪罪我们啊，这个根厚啊，底子厚啊，这个族群纵然有灾难不会灭亡啊，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的啊，你看全世界哪一个族群是以孝悌忠信起家的，以孝悌忠信教了几千年的没有，找不到啊，只有这么一个族群，我们要把老祖宗的东西找回来，要把它集成下来发扬光大啊，我们就是孝子啊，对得起祖宗啊啊，所以佛法是教育啊，教育是师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原因在此地啊。佛教人第一句话叫你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所以今天孝道没有了，师道当然没有啊。人要学坏很容易，要学好非常非常困难啊，这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感慨万千啊，什么是佛教？你在这里就看出来了。啊，十方世界这些诸大菩萨，这大菩萨是大乘菩萨，都不是修小乘的。啊，通通都到极乐世界了，来干什么？礼拜供养阿弥陀佛。礼拜供养是修福啊。知道阿弥陀佛福慧圆满了啊，来修福的啊，听法是来修慧的，福慧双修啊啊。这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修福修慧的中心点啊，你要想求修得圆满的福慧，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你就去亲近阿弥陀佛啊，他一定能满你的愿啊，能帮助你成就你啊。阿弥陀佛怜悯来者，这个怜悯就是悲心啊，大慈大悲，这是心德，自性里头本有的啊。为什么这些诸大菩萨虽然已经觉悟了，还没有圆满啊？阿弥陀佛帮助他圆满，怎么帮助？乃为宣言妙法，宣是宣扬，宣说。言是表演，做给他看啊。宣是言教，言是身教
佛所给你说的，他全部都做到了。也就是说，他能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学习。十方大士欢喜听受也。这些来学的人，他们可以说以万分沉浸之心，他们听法所得到的万分功德利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我们听到的很有限的。有限是什么？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的沉浸心不够。如果我们今天有万分沉浸心，到这个地方听一堂课，你就成佛了，你相信吗？你说我不相信，我可以举例子跟你说，真有。唐朝六祖慧能大师，也不过就是听两个钟天的，他就成佛了。他不认识字啊！虽然学佛了，一堂课没听过，讲堂他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念佛堂也没去过，他什么都没去过，只是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肯定没有经本嘛，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成佛了。印光大师说得好，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了。大师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百分利这个沉浸得百分利益。我就说了，后头加上去万分沉浸，他得万分利益。慧能是万分沉浸，听人和尚讲经一次，我相信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证得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同样的境界。所以你能够得多少，是你自己有几分的沉浸心。没有沉浸心，你什么都得不到，你所得到的是皮毛的常识，佛学常识。佛法里真实的义理，你得不到啊！道理在此地，不能不明了。你要没有真诚恭敬心，佛菩萨来教你没用处。有真诚恭敬心，不需要佛菩萨，你就拿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一遍，可能看到一半，还没有看完。你就成佛了。我跟大家说的话，句句是真实话。成佛难不难？不难。就在一念之间，转迷为悟就成佛了。可是怎么转？转头一个要放下。
佛在大乘经上常讲，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六根在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佛。你就全都通了，你就回归自性了。一念之间呢？我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佛法至难行易。这在哲学里面属于至难行易。你要把它讲透彻难，你要真正做到契入境界容易。问题是你能不能放下？不能像慧能、像释迦牟尼那样的勇猛精进，慢慢来。他们那个是一下就放下了，叫顿悟啊，顿舍，先是舍，顿悟顿证，一次完成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人，这三种烦恼分作三个次第来放下。首先放下见思烦恼，前面讲的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放下了，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就是阿罗汉放下了。这一放下，告诉诸位，六道没有了。换一句话说，六道是假的，六道是一场梦。只要你见思烦恼没有放下，六道就存在，一放下了就要梦醒了，六道不见了。不见了是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出现了。十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出现了。在这个境界里面，你能够把分别放下。小乘就不见了。那四圣变成二圣。声闻缘觉不见了。你看到的说境界是佛跟菩萨。见到这个境界。再提升，把妄想放下。妄想说不起心不动念，真正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没有了，所以十法界也是假的。这个时候出现的境界叫一真法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特别是不生不灭。这个世界人的身体不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需要饮食营养来补充它，就养它。十宝图里面不需要，十宝图身体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永恒不变，无量寿。人无量寿他不老啊，他没有老化了，人永远不生病啊，也不需要饮食啊。他的能量补充是自性里面的本有的能量，不需要从外来的。
所以这个叫真。佛法里面讲真妄，它的定义，凡是会变的就是假的，不变的就是真的。啊，一真法界不变。啊，树木花草永远常青。啊，绝对没有这个像我们这个世界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啊，极乐世界没有。啊，大地永远不会有灾难。啊，这个经后面都能看到啊。这都是介绍的十报图啊！啊，可是十报图怎么来的？十报图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现出这个境界。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了，这个境界就没有了。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没有说十报图除外啊！啊，十报图也不例外啊。那么习气断尽了，他到哪里去了？十报图不见了，他回归常寂光了。常寂光永恒不变啊！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我们今天科学哲学都达不到，大乘教里面佛说这个事情为正方知，你正得你就明白了。怎么正得呢？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正得。啊，这些东西不放下的话，你永远不能正得。啊，所以佛法修学的秘诀了，是放下，放下虚妄啊！为什么叫你放下？它不是真的，你要把它放下了，啊，真的就现前了，啊，你有真的，只是这个虚妄的东西把它障碍了，真的不起作用，啊，你有智慧，你有德能，你有相好，你样样都不缺。啊，只是由妄想分别执着这三种障碍把它障住了，啊，让你真的东西不能现前，亏吃在这里。你成佛了，佛有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一样也没有，全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你无量的智慧是自性本有的，无量的德能也是本有的，无量的相好还是本有的。啊，佛菩萨一样也没给你，你自己的智慧等等统统现前。这宣言妙法着重在言字啊，啊，言是表演，做出来给你看呐、啊。啊，这个妙法就是本有的，它才叫妙，不是修来的，是本有的。只要把障碍去掉，他的东西就现前了。也十方大师欢喜天成啊，这些真的是万分沉静啊！他闻法得万分利益了，得圆满的啊。幕后这就这个介绍里面说，此中弥陀说法，乃世尊转述啊，
弥陀没有在我们这个世界说法，弥陀说法，释迦牟尼佛参加了。释迦牟尼佛亲见亲闻，把阿弥陀佛所说的转告给我们，转述。但两途导师。导师是对佛的称呼，在佛法里这个名词是非常尊敬的。引导我们修学正果，这个老师就称为导师。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导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导师。这两位导师，他们所证得的都是圆满的。所以释迦无异于弥陀，弥陀也不异于释迦。他们所证得的都是究竟圆满，同一个阶层。世尊口述，何以弥陀轻叹？这是让我们对释迦牟尼佛生起恭敬心。我们要了解是佛佛道同，对释迦牟尼佛就会起恭敬心。恭敬心是自己的利益，一分恭敬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十分利益，与释迦不相干，与自己的关系太大了。尊师重道是尊重自己呀，这个道理要懂得，不是老师希望我们恭敬。老师希望我们恭敬，这个老师名利心还没放下，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所以老师教我们，要有这个尊师重道的人，实际上是尊重自己，这个意思不能不知道，不能够错解了。现在人对这些意思，真正的意思知道的不多了，全都扭曲了，所以心态扭曲，圣教就无法接受。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读经。真正用真诚恭敬心来读经，也就等于在西方极乐世界参加阿弥陀佛讲堂里面的讲座讲写，没有两样啊。一切分别总是凡夫虚妄的执着。错就错在这个地方。这一品的幕后，释迦牟尼佛复赞文法大师即自利利他，那就是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没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根性千差万别，到了极乐世界，借助阿惟越致菩萨，程度好像都提升了，都非常接近了。
受记成佛。啊，这个受记用现在话就保证你学习圆满成就。啊，这一句话世间老师没有一个人敢说。啊，哪个老师对学生敢保证学生成就啊？不敢啊。佛敢说。啊，佛的智慧，佛的神通，佛的道理，究竟圆满。他也能帮助你究竟圆满。我们看经文啊。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下面记诵就是阿弥陀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展展理，展是向上的意思，是向前看的意思。这个地方的展览啊，这个地方啊，是仰望。啊，佛的地位、德行、智慧太高了。啊，我们抬着头啊，仰望他。啊，这是表恭敬。听受经法了，宣布道化者。会书里面的解释，听闻受持弥陀所说经法，这是听受，听了之后，听是明了，受是接受。怎么个接受呢？我们今天讲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思想行为，那就真的接受了。听了之后啊，做不到啊，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换一句话说，你没有真正听懂。真正听懂，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啊？所以是不是真听懂了，要看你有没有落实啊，你有没有得到法喜啊。你像孔子论语里的第一句话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就是做到。我所学的我都做到了，做到的效果是什么呢？快乐。这个快乐不是从外头来的，这个快乐是从心里面呢往外涌出来的，像泉水涌出来，这叫悦啊。所以喜悦不是与外面境界不相干，外面这个东西叫乐，快乐啊，那是受外面刺激的，这个不是的，这个比快乐还要高一层，内心里头往外涌，这喜悦，那是你真的有受用啊！啊，世间圣人讲喜悦呀，在大乘佛法里面讲长生欢喜心，
啊，你真正契入境界，真正都把它学到，都落实了，你快乐无比啊！啊，所以说法喜充满了，那个喜悦是从得法了，契入境界，啊，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一切时一切处没有看到你有忧虑。没有看到你有忧愁，那这时候你真的到了啊！所以经法跟你起了作用啊，你的心、你的境界跟经法融成一体了。这是自受用，下面一句呢是他受用，宣布道化啊，自己得受用之后啊，用现在的话说，与有缘众生呢共享，就是分享。啊，喜欢真实智慧，喜欢真实福报的人，这就是有缘人。啊，你告诉他们，他们一定欢喜。啊，大家一起来学习。会疏里面解释，听闻受持。啊，听闻是真听懂。受持是真做到了，做到之后永远保持下去，啊，持是持续，啊，永远保持弥陀所说的经法，啊，宣传留步其道德化业者，这就是化他，叫自行化他了，自得受用啊。要懂得帮助别人啊，辗转教化，改为十方大士啊，这是十方世界来到极乐世界的啊，这些人啊，与极乐导师啊，就是阿弥陀佛闻受经法。啊，听了之后，复制设方辗转宣说导师之教导也。啊，他们离开极乐世界，到其他地方，会把阿弥陀佛的教学辗转教化一切众生。啊，这是说明一切诸佛如来，他们只有共同一桩事情，就是教化众生。啊，这个叫做佛事。啊，经上常讲的佛事，佛的事业，佛的事业是教学，不是其他的。啊，现在变成经忏是佛事，法会是佛事，超度是佛事，错了。啊，那个是佛事里面附带的，释迦牟尼佛时候没有，后世才兴起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对这桩事情怀疑啊，那个时候道安老法师在台北中国佛教会的那个大讲堂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每个星期天上课
同学们星期天放假，到佛教会来学佛法。老和尚请我担任总主讲，我在那里教了三年。有一天我就问老和尚，这个金蝉超度啊，怎么来的呀？怎么会有这个种事情啊？他想了想，告诉我，可能是唐明皇搞出来的。他说，怎么唐明皇搞出来的呢？安禄山造反，几乎亡了国。好在有郭子仪这一批将军把这个动乱平息了。平息之后，唐明皇就在每一个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这是开元年，年号是开元，叫开元寺，纪念这些死难的军民。就好像现在忠烈祠这种性质。是这么一个性质来的。那国家搞了，民间也就向往了。国家每一年做一个大的这个追悼会，追悼纪念，请法师诵经回向。所以民间也就老人过世都请法师回去讲这个诵经超度，在那时候是附带，很少很少。民间有家人过世请法师的，大概都是大富大贵的人家，普通人不会。所以演变成今天这个局面，真的是舍本逐末了。把佛家的教学完全放弃了，拿这个来做一桩正事，这就走向迷信了。这就佛教就衰了。我觉得老和尚分析很有道理。我们从经典里面看，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是自行化他，化他全是教学。所以我们要肯定，要承认，佛教是教育，佛陀的教育。你看释迦牟尼佛的一生，19岁，离开家庭出去求学，这是一个年轻的、好学的一位知识分子啊，在我们今天的话说学习12年，时间不算很短了。印度在当时是全世界宗教之国，也是哲学之国，所以印度哲学在世界上是闻名的。他们的宗教跟学术有一个特点，其他国家的确没有，都喜欢修禅定。所以修学禅定在这个印度是个风气。佛经上讲的4禅8定，这不是佛教的，婆罗门教的。婆罗门教现在叫印度教，前身就是婆罗门教，它有13000年的历史。我跟他们有往来，也是有很好的关系。所以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输给他，至少也有13000年。
啊，那么禅定境界里头，时间跟空间维持突破了啊，所以他们对于六道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啊，这不是迷信的 谁修谁就能看见，不是少数人的，学习的人太多啊，他都知道啊。能够修到四禅八定，这是八个层次定功的深度，前身深度啊，第八定很深的禅定了，能够看到28层天啊，能够看到阿鼻地狱啊，所以这些事情他们完全通达明了啊，等于说是亲见亲闻啊，它不是比量，是限量，这怎么会假得了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我们相信他禅定的功夫一定很好啊，那么在印度学派跟宗教都参遍了，最后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答案啊，六道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为什么会有六道也没人知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这三个问题没有答案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把参学告一个段落，放下了。我跟诸位说的，19岁他放下的是烦恼障，30岁放弃参学的时候是放下所知障，都是表法作样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二种障碍断掉了，自信就现前了啊，所以他在毗波罗树下入定，突破了四禅八定，向上去更深的禅定成就了，这个问题全了解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跟慧能大师那个境界相同啊！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是知识分子顿舍、顿悟、顿证。啊，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是个不识字的人，不是知识分子。啊，他是个干粗活的人。啊，卖柴的樵夫啊！那是个农村里面的人，也能够顿舍、顿悟、顿证，所以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境界。啊，世尊在印度那个地方的缘是应以佛身而得度，他就以佛身出现。啊，能大师在中国，啊，中国当时的环境跟印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中国应由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而为说法。观世音菩萨32应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啊，随身随心因量。随众生心而因所知量，不是随自己，自己在这个境界里头他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当然没有分别之处
啊，这我们一定要懂啊。他也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不是神人，所以他的现身，他的说法，完全是自信的反应，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他说什么法？那么他所说的实实在在讲，是自己自信的反应，就好像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听到的回音，啊，空谷回音呢、啊？我们听佛、看佛的这个色相，听佛的说法，是自信的回音，你才真正会开悟。你要不懂得这个着相，哎呀，这释迦牟尼佛啊，他给我讲什么？全学的是常识，你不能见性啊！啊，你真正认识清楚了，不要着相。啊，《金刚经》上说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无我相、无佛相，也无菩萨相，也无说法相。你就成功了，那你听经可不一样了，啊，你真的起悟境界了，啊，我们着相听，哎呦，这是释迦牟尼佛，这是净空法师，听的都是皮毛常识，你没有开悟啊，没有见性啊，这道理，这是秘诀。啊，你要懂得说，你会听的。那禅宗那些祖师大德，啊，慈眼的学生常常问他会吗？这两个字味道很差，深了、啊。啊，会是什么呢？真会了，不用心意识就会了。啊，我听经，我礼佛，我供养，不用心意识。心意识是妄心，不用心意识，你用的是真心，真心就能起入境界。啊，心意识是什么？心，我们今天讲印象，不用心意识，不落印象，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不用意，不执着；不用识，不分别。换一句话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去练习。啊，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这是什么？这大菩萨了，普通菩萨做不到啊！啊。真正大菩萨，这个他算做到了。大乘佛法里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你看参禅，立心意识参，你夹杂心意识在那个里，那就不叫参了，那叫胡思乱想了，那哪里叫参呢？啊，听教不用心意识，你真的会开悟。啊，念佛不用心意识，一句佛号具足无量功德。为什么？从真心念的。啊，经中叫理念离业心，离业心里头没有心意识，四业心里头有心意识，所以四业心是阿罗汉的境界，离业心是化身菩萨境界。啊，心意识不是个好东西啊，尽量把它放下。啊，我们学习尽量把它淡化。啊，慢慢自自然然的就入境界了。啊，
决定不能过分执着。过分执着是你这一生当中你都达不到境界，你亏就吃大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现在就要学。我们听到了，就复制十方辗转宣说道师之教导。这部经好啊，注解好啊，学了之后啊，就到处给人讲解。只要他喜欢听，不厌其烦的跟他讲，更重要的自己要把它做出来，自己没有真正修学的功夫，你将来也不相信，人家不会接受，自己一定要做到。下品，称赞佛陀功德庄严。这个我觉得在当前更重要。为什么呢？两个世界比较是非常强烈的对比。真的相信的，我们求生净土这个意念就坚定了。什么东西来障碍都障碍不住。我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去，我一心就想见阿弥陀佛，行不行？肯定行。为什么说话说得这么肯定呢？佛在经上常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今天想极乐世界，我想阿弥陀佛，我其他的妄念统统都不想了，都放下了，那就决定成功了。意念集中，力量非常强大，现在科学家也证明。我们普通一般人意念是散乱的，像这一盏灯一样，它的光芒是往四方发射，散乱，所以各一张纸它都穿不透。如果把这个光统统集中，变成一个极光，他连钢板都能穿透。这个常识我们有啊，我们明了啊，我们的念头要集中，那个念头多大，力量多大，去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易如反掌啊，一点都不难啊。所以念头要集中啊，不要散乱，这个重要啊！经就念一部，佛只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都别念，慢慢把它集中，集中就产生巨大的力量，保证我们往生见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